我们看第四题，他说他们的这个接触面哈，静摩擦吸入都是 0.4， 啊，这有个绳子哈拉住。好，现在问说哈，这个呢最大多少哈，恰能够让它静止，就是说你超过那个最大值，它就开始移动了，也就是这个力量哈 F， 这是刚好呢达最大静摩擦力。F 的话哈，要什么呢？要抵抗呢这个摩擦力，啊，还有这个张力。我假设呢，它们之间没有移动，或者是你把它钉在这里也可以啊。好，钉在这里的话哈，这物体它现在受了几个力？这里一个摩擦力，这里一个摩擦力，所以减掉多少呢？减掉这个摩擦力是多少？是那个μs 是 0.4。它乘以那个正向力，正向力多少呢？25公斤呢？好，25公斤重。它再扣掉多少？扣掉这个摩擦力是多少？是0.4。哦，0.4哈，它再乘以多少呢？乘以5啊，等于0。哦，恰静止，你超过它，它就开始移动了。所以 F 等于多少？等于是0.4乘以30。这等于多少？12了。哦，最大这么多了，你超过它，它就开始移动了。所以是12公斤重哈，公斤重，单位是公斤重。这第一小题，我们看第二小题啊。那绳子张力多少？绳子张力刚好就是什么？绳子张力啊，因为是这样的，它给它的摩擦力是往这边的，但是它给它的摩擦力是往这边。哦，那这个摩。它给它摩擦力等于它给它摩擦力啊，因为重力等于重力，所以 T 事实上等于多少？等于 Fs。那 Fs 是多少呢？就是这一项，就0.4哈，乘以5，所以是2公斤重，2公斤重。这是第二项。